的晚上不关门，我在这里面洗个澡。晚上洗个澡啊，可以啊，有热水啊。你端到卫生间里就可以了。对呀、啊，把热水端到卫生间里、嗯。行，做饭吧。还有可以洗衣服啊，我这里好多衣服没洗啊。晚上就给你洗了。好的好的。洗头的时候顺便给你洗了。好。刚刚我也有两件衣服。我的衣服有好几件喽，一起洗，两件一起洗，两下就洗完了。好，搞昨天的菜一模一样。好，韩师傅今天早出啊。嗯。啊，今天跑300多公里啊。300多。300多。明天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一天。黄河沿。现在我们属于青海，明天就要进四川了。水用完，我那还有一提水没，还没拆。那没事，我那我也还一瓶没拆。嗯。再说我们前天打的那个河水很干净，烧了也可以喝。而且这边有水。这个。这边有水。对。还有热水啊。对。你晚上洗脚可以用热水了。对。都可以用。晚上洗澡了。别到那里去泡，别到那里洗。对呀、啊，直接洗澡了。你不是有洗澡帐篷吗？把水搞到这里来就可以洗了。哎呀，那人家卫生间那边多好。卫生间里面好吗？对呀、啊，还要把盆子拿过去啊？那边接了水，直接上盆里，上那个什么去了？去洗了。嗯，可以。这大白菜是干净的，不用什么那个。今天我多搓了一片。好的，好的。我感觉我饿了，饿了，多了一片叶子。我也饿了，从早上就吃了那一个鸡蛋。从早上到现在就吃了一个鸡蛋，是吧？我一点都别的什么都没吃。哎呀，太开心了，终于可以离开了。有点两眼冒金花的感觉。终于、哎。这还不是草地，你知道吧？感觉没。看那水泥地啊，这最好的露营地了。你看我们之前那算啥？要不是在泥巴上，要不就在草上，还有毛。要不然叫牛粪。还有毛毛虫。牛粪。还有牛粪。这才算露营地吗？是吧？我晕倒。你看。切完了。那明天没肉吃了啊？明天我明天哎，不是，我看见晚上那个、他们那个荷包蛋。明天吃白菜。荷包蛋炒白菜。荷包蛋是炒白菜。你没吃过吗？没有。现在是一款很出名的菜啊。没听过。就荷包蛋，那个煎了过后，能够炒菜，你知道吧？炒的辣辣的，可好吃了。嗯，就是你那个酱油拿出来。谢谢。油盐那个。哇，又拉是拉的。当时我吃都不知道。看好。我好，来。起锅了，一个菜出锅了，辣椒，炒肉，炒肉，这叫小炒肉，哦，小炒肉，对，小炒肉，对对，小炒肉，就是小炒肉，就是菜馆里面的小炒肉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学名。哎，我吃完了，我上去洗个澡，洗个头去了，洗洗衣服去了。哎，你看多下点啊，这里够吗？留下来的是活的。留下来到最后。好，这个。哎，那个勺子的。哪个呀？昨天有一个洗的，那个公勺。啊，在他那。啊，这。看到了。嗯，是哪个？别，站住。好的，谢谢。白菜在那里面。
吃完饭了，哎、衣服得洗。我要去洗澡，正好给你洗了。你刚刚不是有衣服都给你洗了？啊、哎呦，那算了吧，下次再洗吧，找不到了。就两件。啊，哥哥。短袖，短袖有没有？没有了。没有了，确定没了。下次洗吧，哈、啊，你们去洗吧。就两件。嗯，真没了，没了没了。嗯，我就休息了，今天太累了，跑了300多公里啊。休息去吧。好，辛苦你了。我们刚吃完饭，收拾完了，朋友们，休息了，今天就太累了，跑了300多公里。看这个风景多美啊，蓝天白云。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。